上去啊！那个美女在那地方，那少了你一个哎、欸，快点，各党都有哎、欸，各党都有一个代表，各个代表去啊。资料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不复杂，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都有历史的记录，都有法令的记录，是最容易处理的，是不是？只是有没有心要处理，只要有心处理是最容易处理的，因为日本所做的资料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强烈的呼吁，希望能够优先处理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优先审查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法案。最后，我想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赵伟，如果您今天硬要这样子逐条讨论的话，我想呢，我们敌不过你们的人数的优势。但是我要提醒的是，8月1号的小英跟原住民族的道歉，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廉价的道歉。我们将会召集我们部落的族人一起到现场跟小英总统抗议。原住民已经很久没有走上街头了，如果还要再一次让我们的走上街头的话，我相信号称人权、自由、民主的民主进步党，你们会给自己喝。要接受最后最后原住民族对你们的谴责，我想最后你们可能要接受我们原住民族对你们最沉重的抗议。好，小英总统，我们道歉不能了事，一定要有实际的作为。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从现在开始，请大家诚实面对，把我们放进这个促转条例里面，谢谢。你们结果就是这样。好，大家请回，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这里要强调一件事哦，今天原住民要求的转型正义绝对不是说哦原住民跟国民党联手，而是在人民的眼里，他要看到的就是转型正义一定要包含原住民，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啊。来，各位大家请回啊，请回，我现在开始开会了。好。还是我站一下，来，好，拜托柯总招了，好，还有要拍照的也，最后3分钟哈，好，那请回哈，抗议啊，请回，主席台开放3分钟了，拍照，好，谢谢。这个我跟各位说明啊，我们的这个议事程序啊，那么我们今天
刚才如果大家听录音带的话，在各位程序发言之前或者会议询问之前，主席已经宣告过今天的议程，就是今天是继续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案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只有这个案。那么我再一次跟各位说明啊，包括刚才几位所在意的、所强调的，我在这个会期，那么我们不晓得会不会再开临时会啊。那么我在这个会期还会担任这个，就是在这个会期啊，不是不，我们不管临时会，我还会主持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一定会跟各位让各位看到我们在处理原住民族相关的这个土地正义跟权利回复的法案啊，我做了承诺，我就会做到。好，我做了承诺，我就会做到。我想主席啊，不光只有哈那个。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委员刚刚我们几个原住民立委站在主席台这边，我们招委立刻放到 FB 说时代力量、亲民党、国民党联手，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原住民议题，不是这个政党的操作的问题啊。什么叫做联手？那个主席啊，联手争取原住民族的权益啦。那个主席啊，我想其实刚刚哦，高金委员啊，他所提的哦，你们同党的陈毅委员站出来哦。那个主席啊，你要讲要讲清楚，也不要误导民众。刚刚高金委员哦，不，如果光明正大也不用担心。这个高金委员其实他提的，我非常非常认同，而且我们很多委员都一致支持，因为哦，你要用那个转型正义来处理我们今天的整个法案哦，但是你那个局限的框架很小。那其实他有先有后，原住民那时候在大报社这个事件里面，他是在可以说算是 part one， 就是第一早期，然后接下来再是威权第二期，所以说我认为说其实他这样的这个是真正的历史啊。那你今天把第一期放掉，就是直接来处理第二期，我认为甚至于包括刚刚我有提到金马的土地，甚至于里面，甚至于包括319啦，这个两颗子弹的事件，甚至于还有这个823，这个这些老兵，他们的一些补偿等等，其实我认为说其实有很多，而且现在里面还有很多法案都纳进来，我们是希望说合并进去里面来综合讨论，不是只有单一，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思维想法，所以说我认为说主席还是要尊重大家啦，你既然有那么多版本要纳进来，大家合并讨论嘛，好不？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今天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原住民的转型争议，大家就讲一定要处理，一定会处理。而且你刚才高金书梅讲什么？这个有 Part One， 这个是 Part Two。各位不要忘记，4月21号我们在这里处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到现在已经两个月。5月26号，各位忘记了吗？5月26号是不是在司法委员里面处理正念在委员版本，包括时代一样原住民转型正义的版本，有没有要处理？有啊。怎么没有处理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分是专叫威权时期，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所有转型正义的问题，你不能把这个那边有在处理，也到时都包括主席讲的，他一定会处理，而且他早就做到了，早就在处理啊，怎么没有处理呢？然后国民党你现在未来阻挡，然后讲一些什么要发展经济，我们立委有很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处理法案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已经忍耐，连包括公听会，我们俩一直也拖延，我们也接受两个月了。国民党讲说只要一个版本，你国民党可以提版本啦、啊，你为什么国民党不提版本呢？所以有关于国民党，你是提的原住民转型正义，原住民转型正义的正天才廖国栋，那些是在我们已经有在审，怎么没有在审呢？大家讲清楚嘛，所以有关原住民的问题，原住民的问题有很多面向，
最重要，我想大家谈到土地，你要土改法、自治法等等都要处理啊。八月一号，小英总统要向原住民道歉。八月一号，同时要成立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同时要把设施要点都告诉大家。这个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面对，只要今天我们什么问题没有面对可以谈，包括我希望我们大家好冷静来谈，我也不想去分化谁哪一党哪一党。包括我刚才已经我跟高庆书美解释过，他说好，这个我还没有问题，那你就干脆写威权时期转型正义。我说这个东西当然要写威权时期转型正义可以啊，因为第三条里面就讲清楚是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那要讲司马年的事情，你那个讲司马年的事情是另外你的法已经在处理了，委员会也有审过啊，也有审查过啊。我今天大家要讲清楚，到底是要背锅是一回事情，你不能拿那个东西来凑这个东西嘛。国民党要反对是一回事情，但是我很清楚告诉高淑美，我刚才也解释过，高露以用我也跟他解释过了，我们包括在这里面。今天出庭转型正义条例里面第一条，我们都把它再写清楚，转型正义不分族群，包括在这个威权时期里面受到不公的待遇的原住民，我们都把它放进这里面。第三条里面有一个大家谈得很清楚，高伟用上次跟我谈，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上礼拜我跟他谈很久，他说日本时代哈，他说没有关系，那这个在这个时候34年到80年。那日本时代有很多原住民的土地被国民党或是财产被国民党，被国民党接收以后，日据时代接收，然后转给国民党，变成党产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清查以后要还给原权益人嘛。我们在第三条里面，我们的修正案里面第三条也处理这个，所以该处理我们都会处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况且已经落实嘛。总召想错。5月26号是不是有在处理这个法案？也有啊。5月26号所有原住民转型正义的条例也是在这个委员会审查，当然不同的法案不同的审查，而且都有仔细的安排。我希望大家讲清楚，不是只有杯葛，社会在看待你们的。好，谢谢。让我维持一下在场秩序，好吧？我欢迎各位发言了哈。那因为刚才我已经宣告说这个进入主条，大家有意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就进入大题讨论。那每一位时间3分钟哈。那来，让我处理啊、哦。不，刚才在主席台的发言也不止3分钟了哈。那原则上就是说，刚才在主席台已经发言过的，跟刚才包括柯总召已经发言过的，我们暂时先把。等一下，你要发言还是会给你发言？好，我们先把权力先交给让给其他各位。我们搬完就大体讨论了吗？对，现在就大体讨论了。现在就在大体，因为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个过程，每一位就是3分钟。你刚刚在大家撤。好，我们接下来请他们这样子宣读，我们抗议啊！来，请回，好不好？请回。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蔡宜宇委员。蔡宜宇委员，之后哪一位要发言？哪一位要发言？来，这个。廖国栋委员，然后这个那个国大使，然后许淑华，好，然后张伟很抱歉哈，谢谢。你刚刚一开始9点整的时候，你看大家人都还没有到齐，也都还在混乱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宣读今天要逐条，然后没有人有反应，你现在却用这样的议事的规矩，然后告诉我们说你刚刚已经在台上已经宣读了，那你现在又要说哦，大家发言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大体讨论，赵伟你不可以用这样子的议事的小动作来欺骗我们所有委员，谢谢。我跟各位说明啊，我所有的议事都是光明正大，我都念得很清楚。各位要程序发言也有程序发言，各位要拍照也有拍照，然后各位要现在要继续讨论，那就是大体讨论了、啊，我都照程序来啊。所以各位，我刚才说要逐条，各位要求要先大体，谢谢。我就回应了大体讨论，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赵伟，你慢慢再听清楚，你绝对是有符合所有的委员会里面的流程，但是我刚刚质疑的部分就是，当九点的时候，我很早就到这里了。委员都还没有进来，包括我们亲民党的司法委员会的委员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呢，你就要求我们的议事人员赶快宣读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有偷机取巧的。
所以你刚刚一直告诉我们说，你 你要对我指控，请你举证。你刚刚，你刚，我有举证啊。我什么时候要求议事人员赶快宣读？议事人员宣读的，我有议事人员在人员还没有到齐的时候，当时并没有三位的司法委员会的委员在现场，你就要议事人员在宣读所有的议事，我觉得这不符合规范哦。谢谢。不，对不起啊，这个我跟各位说明啊，可能各位那个。容我先讲一句话哈，我对柯总召刚才的发言呐、相当的不满，因为他心目中呢只有高露以用跟高金素梅，那我跟廖国栋还有曾天才，哎，他们两个都有版本，那你说他们的版本已经处理好，那为什么不纳入来审查呢？我都有讲啊，没有讲到洪文吉啊，哈，你有没有提版本啊？不给我签字。柯总召啊，要先跟原住民道歉呐、现在不是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自治法，你都不签字，那为什么要到第九届你们执政的时候？当然有争议，朝野都没有共识啊。那你们共党执政，你自己负责吧。你现在讲说好了，蔡英文总统要推自治，哦，六七八届谁不签字的？柯总召不签字的，对不对？所以你只有谈到高金跟高露以用。你把孔文吉、廖国栋跟曾天才放哪里？现在这个、人家廖委员跟曾天才委员他们有版本的，为什么不审查？开始大题讨论。那为什么不审查呢？对不对？你说有处理有处理，那你为什么不审？好，这个这严重抗议了。好，这个那个在场啊，有这个林维洲。林德福、许淑华、许玉仁、周成秀霞这个委员啊，这个提散会动议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我们现场清点人数，来来处理看一下现场有几个，就这个司法法制委员的这个举一下手，让这个会务人比较好清楚了解到底有几位在现场啊。不，一起司法法治啊！连我十位吗？没有，连你十一位。啊，好。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处理啊，散会动议，赞成林维洲委员等提案，这个散会动议赞成的，请举手。几位？不是那个孔伟，你不是委员会，不是本委，不是本委员会，不要，没有联系，没有联系，没有联系。好，四位了哈，四位。然后反对的请举手。好，六位，我们散会动议不通过。那我们现在继续啊，各位的发言。我跟各位先宣布一下，让各位比较好安排时间啊。我们今天会议到照会议通知到十二点休息到下午两点，我们照会议通知所记载哈，两点，我们会议通知两点哈。好，我们到十二点就准时休息。我觉得今天在这边哦，我要深深的抗议，用多数的暴力来强奸原住民族。那么我想呢，往后我们的族人会走上街头，我。提醒民进党的朋友，你们绝对会付出代价。如果今天真要大题讨论或者要继续的话，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再留在这边。我要回去，回到部落里面，邀请我的族人一起跟民进党团抗议。谢谢。谢谢。来，我们请蔡宜瑜委员哈。来，谢谢主席哈。主席今天让每一个委员哈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你让蔡委员哈。啊，那个蔡委员，你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开始。你先等一下了，因为他们要拍照，等一下。
那个刚才是蔡宜瑜委员，然后我刚才宣布的廖国栋委员您是下一位，然后古拉斯，然后许淑华，好，那然后你们要记一下，我念了，然后是林维洲，好，然后还有哪一位？孔文吉委员、郑天才委员、林德福委员，然后黄兆顺委员，好，然后啊，你国公两遍啊，你国公国要讲哦。好了好了好了，保留了保留了保留了哈，好，那先到，时间都是三分钟哈，好，谢谢。三分钟。来，谢谢主席哈。那我们今天在这边，我刚听了很多委员哈，包括替我们原住民族哈，替原住民哈说了很多他们历史上哈受到的这个族群的一个迫害的问题。基本上哈，原住民的问题哈是不能不处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正视我们今天的法案，叫做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对于威权时代的一个权利的一个回复。所以我们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它重点在于说有加害者以及被害者，而且这个被害者跟加害者目前都还存在。所以为什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要加上促进这两个字呢？就是因为这些加害者还存在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要把这样的一个历史做一个恢复。所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不是说把原住民排除内，如果原住民族在这段时间受到了威权时代的一个迫害，他也可以用这样的条例来寻找加害者，并且处罚加害者，并且恢复自己的权利。所以咱今天要直接讲诶，吼，转型正义如果要把它分成好几块，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好，我们被日本时代占领的汉民族，也可以主张过去的转型正义啊。但是重点在于说，权力是哪一段有可能可以恢复，而且可以惩罚加害者。对不起，大话的，现在有办法去处罚日本时代的那些孙打咱江面的人吗？有办法去找到那些人吗？不阿多嘛。所以如果 Part 1 Part 2 Part 3要第一优先处理的东人起威权时代，当然就是那个党国不分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具体的希望我们原住民族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好，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这一段是原住民也可以用来恢复自己的权利。未来原住民族这一段应该要回到历史正义，回到土资法，回到原住民的自治条例，哦，这个层次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本席在这边还是希望说，我们要赶快进入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条例。那如果说这个条例必须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概括性的立法把原住民族加进去，那也可以在逐条讨论的时候大家提出来讲嘛，而不是说在这边用程序上的一个 bug 让今天的会没办法开。今天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每拖延一天，就是让这些加害者有可能借机脱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管国民党也好，时代力量也好，还是任何原住民族的委员也好，千万不要把原住民，不要把原住民我们主张权利这么重要的一个，主张恢复权利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拿来当作威权时代的挡箭牌。好，本席还是这边呼吁大家，谢谢。好，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哦，时间一样是三分钟，谢谢。啊，主席，各位委员哈，本席要回应刚刚，我们总召说啊，我们在杯葛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杯葛什么呢？不是杯葛，我们要的是让原住民的法案真正成为一个最优先的法案。你们对这个事情都没有说明清楚，你们就一直往前，一直讲威权威权。那原住民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要处理呢？没有啊，没有看到你们党版也没有出来，院版也没有出来。我最质疑的是，你有党版没有院版，将来行政院要怎么去执行啊？哪些可执行，哪些不能执行？那个必须要有院版出来才能够去执行的。所以我们很怀疑民进党是不是真的要处理原住民的这一块？哦，大家说不要分，我也同意不要分啦、啊，但是要同时进行吧，不要有前有后，全部涵盖在里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同时来进行啊，这是我第一个必须要说明的。第二个，我觉得
执政党应该要有一定的高度跟格局来处理所谓的这个转型正义，不要有针对性，不要局限性，而是非常广泛的出于对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所有受损害的都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法案里面能够包括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民进党的这个选举的所谓的政见有提到原住民，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只闻楼梯响，没有看到人真正面对这件事情。第三个，我要再跟主席再提示，本席的提案也已经进入到委员会，何不把那个提案也拿出来一起参与讨论你不要这个有前 有后，到时候又要从头来就我所提的部分呢，又要重新寻打，那个是耗了我们很多人委员的时间。所以就程序上我们一直讲这个程序应该要广纳，让这个意念这个理念呢是非常广泛的，有深度的，有高度的也有广度的这样来讨论这个转型正义，他才能够真正发掘到真正那些受到不公不义受到损害的不管是原住民也好或是非原住民也好，都可以在这次的这个讨论里面被发掘出来真正的予以一定的善意的一个补偿，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转型正义所以在最后呢，我还是希望主席要不单单是共体时间重要的是要广纳大家的意见，不要针对性的来讨论。好，谢谢廖国栋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古拉斯委员。主席，各位同事因为我刚才有听见这个郑天才委员还有其他的国民党的我们的好同事慷慨激昂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违法11年多，连原基法规定应该成立的土地调查委员会都还没有成立。郑委员还有其他我们的好同事算一算，你们的数学不错，这就代表过去11年有8年是国民党执政，两党的历史共业，但8年国民党要负最大的责任。原基法2005年通过之后，过去11年依法必须要在行政院下面设立原基法推动小组。在座我们原住民的好同事很清楚，从头到尾开过几次会？开过3次会。过去11年有8年是国民党完全执政，请问在座各位委员，8年完全执政的国民党，口口声声现在各位说要捍卫原住民族权利的所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委员们，你们做了什么？这个依照原基法必须设立的原基法推动小组，按照你们的讲法也是有法源依据有组织有预算有机关按照原基法一定要处理这个原民转型正义的推动小组，你们做了什么？过去8年国民党完全执政，你们为原住民族做了什么？所以有组织有法源依据的组织或是单位，如果执政者根本就不想做，他就不会做，设一个委员会8个委员会都没有用。我想请问过去8年完全执政的国民党，你们的党主席你们的总统有没有要做？如果你们那么爱原住民，过去8年为什么不做？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把黑的讲成白的，今天因为你们不愿意促转条例里面要处理党产，不愿意公布历史真相，所以摇身一变从打压原住民权利的打手，在媒体面前口口声声说转型正义要把自己树立成原民权利的捍卫者，再次的消费原民的议题，不要原民的时候丢到一边，完全执政的时候也不用管，要利用原民的时候把原民当成工具。过去8年真正要处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法案根本就不是促转条例。我的好同事不要昧着良心讲话，你们大家心里很清楚真正处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是什么？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及海域法，是原住民族的自治法，因为只有这两个法通过，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土地还回来，因为只有这两部法通过，我们才可以摆脱殖民的控制，不用看政党的脸色，我们要自治，我们要当自己的主人。但是过去
八年来国民党做做样子提出来的所谓的自治法，没有实质的土地，没有实质的财源，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转型正义？本席今天非常遗憾，今天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委员继续拿着我们自己的血统、我们的身份来消费我们自己。十一年有八年是国民党完全执政，有没有处理？没有。今天因为处长会其中一个功能是要处理政党的党产，今天大家在这里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今天大家一直都说其他的国家如何，请问在座各位有谁仔仔细细看过其他国家的档案？我做到了。澳洲的、加拿大的总理向原住民族道歉，他们都是独立机关，都是独立设于总理之下。我看过所有的历史档案，连他所有委员会的组成是由谁组成，有多少原住民的比例的代表，我都看过。在座所有的委员的好同事，如果看过、真正看过、研究过其他国家的案例，我在这边非常欢迎来跟你们请教。请不要让政党来消费我们自己，我们因为不同的政党提名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赶快通过我们的土海法还有自治法，这是不需要透过行政院的促成法通过，不需要透过总统府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成立，我们在立法院可以自己透过我们自己的职权在立法院赶快立法，把转型正义还给原民。结果要告诉各位，土海法已经送进了立法院，今年二月就在内政委员会几周以前，郑天采委员非常了解，您还企图要透过临时提案说我们赶快要求行政院把土海法撤回。国民党送进立法院的土海法，为什么政党轮替之后你国民党自己说要撤回？要求原住民族土地要还给原民的这个法案，在行政院需要透过打多少的仗，要跟汉人打多少的仗，我们这个版本才可以送到立法院。结果政党轮替之后你说要撤回，还好我们没有让你撤回。我们希望不要再有这种错乱的价值观，我们是原住民族。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好，谢谢主席啊，也谢谢徐淑华委员跟我换一下哈。那个，我想我在这边要严正的声明啊，为什么我从早上到现在啊，我这个矛头都指向民进党的总召柯建铭？可能那个谁，古老师委员可能不是很了解，我要在这边做一个澄清啊，也要做一个反驳。因为你是第一届哈，刚到立法院哈，到你不晓得党团的运作。我刚才举那个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自治法也是我们原住民转型正义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自治法在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啊，特别是你刚才讲说国民党执政那个两届，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最后只差临门一脚，那一脚是谁呢？就是柯建铭总召那一脚。后来王院长说，我们这个自治法只要是民进党团的柯总召签的话，那我们啊就可以送到院会的，大家都可以获得共识支持。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讲哈，原住民族自治法不是说我们几位原住民的委员没有在推动哦，那是因为我们原住民的很多权益的法案都是耗损在两党的恶斗，特别是我们国民党想要推出来的原住民自治法是柯总召他不签字。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柯总召刚才的发言，刚才过去他这个八年怎么样媚视，怎么样腰斩我们原住民的自治的法案，他必须要跟原住民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谈到为什么土海法要退回来，因为你的新的政党执政了之后，这个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这个土地海域法是我们国民党团所提出来的，那今天民进党执政，那我们要求他撤回是因为他要表示一个负责任的立场。包括自治法，你们说自治法过去批评啊，国民党没有土地没有财政，你们认为国民党所提出的自治法是对原住民是不利的，老是上街头到立法院前面去抗议，骂这个国民党，骂我们这几个人说什么自治法。今天你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你今天要提出一个你们认为原住民自治法有土地有财政有空间划分的版本，你们要提出来啊。那土地海域法是国民党团提出来的，今天民进党是执政党，你们也要提出来啊。今天是国民党委员说要求你们执政党把这些法案撤回，是因为我们是希望看一看民进党所提出的版本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执政党应有的一个责任啊，跟应有的立场。本席是要在这边讲哈，今天原住民
我们不是在这边故意取闹，也不是故意当什么挡箭牌，本席是要提出来啊。今天我们要谈转型正义，啊，是转型正义最重要，就是要和解，要宽恕。世界各国谈转型正义不会忘记原住民的。为什么我们台湾第一次谈转型正义，把原住民呢抛诸在脑后？没有原住民啊，我觉得蔡英文八月一号要跟原住民道歉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希望真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原住民委员今天为什么话讲得那么大声，啊，世界各国，啊，都是有谈到，都是跟总理，啊，都是跟原住民先道歉，我们在谈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解。好，谢谢。好，谢谢孔文基委员。接下来是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后面是许淑华委员。从早上听到现在啊，其实还蛮忧心的啊，就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事情应该要去做的，那我们挑的，我们你看所有各党团都来了，然后委员参与的程度非常的热烈，花很多精神，大家都来讨论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啊。我国民党跟我立场一样的，我们不是要阻挡，而是认为说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这么复杂的事情，这么困难的事情，不应该用一个会期就要急急的让它通过，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立场，不应该那么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要处理那么长的时间里面的纠葛，历史价值判断，包括史观这些问题，要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要这么短的时间来处理。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四年，各位包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这个任期四年能把这件事促进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包括原住民的促进转型正义，包括民进党的促进转型正义，他们针对威权时代国民党所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包括金门马祖战地政务，他们认为他们在威权时代也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因为戒严嘛，征收他的土地，那也不公不义啊。如果以现在的普世价值来看，当时的戒严，如果民进党认为那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是不公不义，同样用戒严法，同样用这样子征收人民的土地，强收人民的土地，不公不义，那在金门马祖当然也是不公不义，他们也有他们的转型正义要做，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原住民的转型正义，金门马祖人民的转型正义，包括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转型正义，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我们四年内哦，能真的把它做好，对历史负责，让将来我们的各民族都不会因为过去那一段历史不同的解读，互相的指责，可以继续共同携手迈向未来，为台湾共同打拼。四年做得好，我就很庆幸，我就会非常高兴的。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绝对多数的民进党在立法院，他们想要在一个会期两天的时间要出委员会。为什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应该要把它改成冲促转型正义条例，而且叫做冲促民进党转型正义条例。好，谢谢林维洲委员。接下来是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之后请郑天才委员请准备。谢谢主席啊，今天我听到柯总召特别提到，口口声声都提了民进党的版本当中包含了原住民的版本。那让我们最纳闷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所有原住民委员的版本，包括各政党的版本都有机会提出来讨论啊？到现在我们连院会的版本我们都没有看到，甚至连他能不能执行，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到现在也都不清楚。我们不晓得我们召委这么着急的，我们很多委员提到的这么仓促的安排此案，而且要快速通过，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主席啊，我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你，你刚刚说啊，你任何 你所做的承诺，你答应的事情，你一定都会去坚守。我要提醒你啊，公听会本来原则上是有四场，原本讲好是各两场，国民党各两场啊，我们国民党开了第三场。总召啊，那个召委您就也快速的通过我们你自己就宣布要召开第四场的公听会，你也没有尊重我们当时在院会的一个决议啊。所以我想召委你说的话我在这边要特别的存疑啦。但是不管总之五场的公听会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提醒呢，甚至于您刚刚也特别提到这次的版本当中呢，您讲到原住民的版本呢，还有它的这个时间拉得特别长。这次的版本当中，你有明显、很明确的一个标的物。那我要问的是，难道这不就是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立法吗？为什么其他的委员，包括原住民委员，非常的担心没有办法搭上这班的列车？因为只有这班的清算的列车才会在这个会期当中快速的一个通过。如果没有搭上这班列车，何时会处理到他们所关心的条文？其他的委员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想哦，如果哦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过去的这段的一个历史的话，真的是我们要拉长我们所有的时间，包括所有的对象。我觉得让所有曾经遭受过不公不义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都有机会透过这个转型正义得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个正义。所以我建议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么久，事实上不应该再继续再讲下去的，应该要让院会他提出他的版本，甚至表态，以及包括让所有政党我们的版本、委员的版本都有机会一并讨论，这才是我们今天才希望得到的一个真正的正义。好，谢谢许淑华委员哦。但是我简单跟许委员回应哦，这个跟国民党党团的这个协议并没有经过院会通过，那么我也遵守了，对，那是委员会哦。那委员会所通过了这个，其实可以林惠州委员应该试一下跟许委员做一个说明啊，到底是谁没有遵守承诺。好，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之后是郑天才委员，之后是林德福委员，谢谢。今天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原住民族的立委从过去到现在从来不会互相指责，原住民族的立委在各个政党要如何说服自己的政党来支持原住民族的权益的争取，这是过去我的先进前辈，无论是从过去的更早的蔡宗涵、梁龙福，很多我们的先进前辈，在不同的政党要互相个别的去说服自己的政党来争取原住民族的权益。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过，原住民族基本法绝对不是哪个政党的版本，是原住民族的版本。虽然民进党一再说是他们执政的时候所通过的，但是我非常清楚，因为我那时候是行政官员，当时所提的是原住民族发展法，跟我们现在所通过的所执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是相差非常的十万八千里。这是原住民族的立委在立法院去说服自己的政党然后所通过的，对于促进转型正义我们也应该要这样的一个立场，而不是互相的指责。虽然我们过去做的不够，当然我们要更努力，就是因为做的不够所以才要继续努力。我们就讲原住民族自治法，过去我自己是着手草拟原住民族自治法，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但是各个政党绝对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怎么样去原住民族怎么样去说服自己的政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蔡委员有提到有加害者，加害者还在的时候才可以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个就是我们担忧的，这个就是我们担忧的，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论点呢？日据时代的就不能转型正义？当然更可以，
因为法令清清楚楚，像有关所谓的不当党产，事实上在内政委员会已经有不当党产的条例了，的处理条例了，也已经审查了，也已经出委员会了。所以更需要急的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希望我们的招委，希望我们民进党的各位同仁能够优先审查我们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法案。好，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然后黄昭顺委员。好，那请黄委员先，然后接黄委员之后是林德福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刚才蔡委员在提的时候说，必须要有加害者，而且日据时代当时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去追讨的。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历史是永远没有办法篡改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非常的媚日，我简单的讲，我举一个例子说，光就慰安妇这件事，日本的首相可以正式的跟韩国道歉，而且成立基金会，而我们的行政院长在立法院他怎么答复？到今天为止不敢列为跟日本谈判的议题之一，还要去跟人家先讨论。所以今天我前一段时间听到时代力量当时推荐的教授在我们这里讲，他说我们这个法一定要讨论到什么地步，一定要讨论到前统治台湾及离岛之政权，那是清大的教授所提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些历史，而让历史能够篡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作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我觉得很可耻。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上个礼拜我们在内政委员会，当时为了难民法跟外配的问题，讨论到两岸关系条例的时候，踩到民进党的痛处。所以现在坐在那里的行政院的秘书长，他们回去了就讨论，要把行政院所有以前送的版本，只要跟他们意见不同的，通通要撤回。我今天要回来访问，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要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依旧看不到行政院的版本？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过程当中，改天行政院又不认账的时候，由谁来负责？这是第二个我要讲的。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要 Part One、Part Two， 我觉得很好笑。我特别把蔡英文在3月23号讲的话，我在这里再附送一次。他怎么讲？他说转型正义只有一次机会，没有 Part One、Part Two。我们知道这个 Part One、Part Two 包括原住民的要摆在哪里，而当天他所讲的只有几件事，四件事。第一个，开放政治档案。第二个，清除威权象征及不正义的遗址。第三个，平复司法不公，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谐。第四个是不处理不当的党产四大任务当中的第二项，不义遗址。我想我特别对高金素梅当天在总质询的时候提了很多段不义的遗址。其实所谓的不义遗址以哪些地方最多？以原住民区最多，包括我们的阿里山，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一并来讨论，甚至于我们认为慰安妇这件事情对我们国人有多重要，日本他可以对韩国道歉，而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没有。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讲转型正义，我们是折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斗争斗争再斗争，并不是实质的转型正义。我希望段昭伟你不要
选择性的在这里，而且我看你们一户就是这两天要把它通过，把所有的应该拿出来一并讨论一并做的全部都付诸流水，我们在这里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是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之后，这个请柯建铭委员，柯建铭委员发言完之后是林长卓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今天早上啊，这个我们很多委员同仁啊，都有表达各种的看法意见，针对这次的促转条例。那本席要针对，因为在这个6月20号啊，在中时里面有一位这个副教授叫邱思怡啊，他在媒体上面有披露一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他说宽恕才是转型正义的终点，宽恕才是转型正义的终点。那他曾提到说，纳粹集中营啊，被当作医学实验品的犹太幸存者叫莫泽斯科，决定探视当年在集中营的葬务室啊，这个格勒林。多年来，这个莫泽斯科指控格勒林就是战犯，并且在法庭上提出一些证词。那天80岁的莫泽斯科拥抱93岁的格勒林，格勒林泛泪的这个在莫泽斯科脸颊上回以亲吻了。那莫泽斯科说，我仍旧指控他，但我也宽恕他，和解使我变成更强壮的人。那过去的蒋家威权、国民党体制与白色恐怖绝对需要被这个破旧，但终点要通往仇恨吗？同时最不计欺奴是基本人权。现在国民党员不管立委还是党工，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吗？就连民法之恶法负债指环都已经走入历史，通过一步，只要你是国民党员，就让你永远抬不起头的针对性法律会有正当性吗？清算后世的国民党不是转型正义，反省过去的国民党罪行，以避免将来任何政党在堕入军国主义，才是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的层次下，在羞辱，而在真相与和解。我想，其实这里面哈，他包括一直认为说，民进党针对这个促转条例的这个论述，最大的问题是在根本未与这个欧美来接轨。那论者喜欢谈德式的这些转型正义，但是他不知道说纽伦堡大审是审战犯，而非审战犯驱奴那南非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还是以和解为前提，在美国对黑奴制度都推了一把的民主与共和党两党，更不会搞什么复仇式的这个转型正义，做的都是反歧视的前瞻性这个措施所以说本席一直认为说，就连南韩针对被绑被虐的前总统金大中来进行转型正义，都是从调查到和解，那最后能要回归民主，这些案例啊，随便搜寻，我想很多的这些这个英文论文都有几十篇，真的是难以理解台湾的这个土产的
的转型正义到底是从哪来的自信，让自己看起来很正统。我想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说，这个促转条例并不可怕，但真正可怕的是数年后国民党回头来看这笔账，冤冤相报，这个根本就是无法了。我想从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探究说，这个宽恕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的一个终点。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促转条例里面真的这个里面的内容都是针对性的，所以说我们也寄望主席因为今天有很多委员他们希望把原住民甚至于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版本一并纳进来来做探讨。我认为既然我们要谈转型促转条例转型正义，你不是说只有局限性在某某框架里面，那其他的部分你就把它排掉那你说要单立，为什么要单立？你干脆你要是要审的话，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法案都是把其他相同的并进来一并合并来审，哪有说我今天只处理这里，以后我再来处理其他。我想这个不是转型正义，这个是真的有偏颇而且有针对性的。以上，谢谢。好，谢谢林德福委员。接下来请柯建铭委员哈，柯建铭委员，这后面是林长卓委员。激情过去了哈，现在这个现在整个看起来是可以大家好好谈的时候。针对刚才林德福委员最后一句话，很多法案要并起来一起审，我没有反对啊，只是也要性质相同的才能够并在一起吧。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属于威权时期转型正义，当然是你只要国民党有提相关的法案，我们当然把它并进来啊。你国民党也没有提啊，那这些所有人的谈法，包括林维洲委员，让这信宜然让处理这转型正义的是委派，这样面处理也是办法处理啊，这个什么路？这是你懂嘛？啊，你就是要党嘛，你要从我们开始，包括公听会。公听会我们就过去算了，我们知道你们苦衷嘛，开五次公听会嘛，4月21号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对吧？这个法案一定要走下去嘛，那我们也是非常谦卑在等待，一起沟通。那有关于原住民，今天所有原住民委员他讲对原住民转型正义，我们都承认，我们都认为他们讲这些是应该的，但是党的安排公告讲到一个重点嘛。你到底要引领转型正义，你要怎么处理？大家了解吗？那引领转型正义在5月26号也所有的法案也是并立审啊。所以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说，来，你假如是要挡，你讲这些逻辑不通的东西，包括张以诚委员，我认为平常他讲话很理性，可是他讲的话逻辑又不通了。那凡事为了挡而去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我就觉得大家都会受伤。我们都好好面对没有关系，原住民转型正义我们本来就是有相关的法案都在审嘛，那这里面有关于谈民国34年46年的，这谈这个34年到80年这个框得很清楚嘛，那这框你要谈到，然后你要扯到400年啊，500多年，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扯？是另外你的法案有的在处理，大家就面对没有关系。那我们这个转型正义，我一直在讲说，蔡总统8月1号要道歉，国总统元首出来道歉以外，他要成立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甚至把设置要点都弄出来。那其他相关土改法相关自治条例都要并案来处理啊。今天不是只有说讲一个原住民转型正义，然后挡所有一切，这样原住民转型正义要怎么落实呢？包括刚刚口红机啊，他一直点着我的名字讲啊。说上一届啊，自治条例就是我没有签，要还原真相。上一届自治条例，行政送出来的版本叫什么？原住民自治暂行条例。国民党后来再改为在委员会改为推动条例。那里面的版本，坦白讲，那时候没有签，不是只有民进党没有签，台联也没有签啊。外面很多原住民团都很多原住民团都有意见啊。那个法案你再回去重新审视一下，那个法案你能要得到你所要的东西吗？我是不好意思是跟你闹鬼，所以这个大家这样谈清楚嘛。
今天我们要真的是要大家一直讲说要理性来面对。那现在我看此刻也不错啊，此刻这个啊，现在大家都开始要进入大人讨论。然后进入逐条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版本里面有所不足的部分，我等下会提出修正案。对于严重转型正义的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修正，把它写清楚一点。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自己主动提出修正案的版本。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游美女委员之后是陈一鸣委员。主席还有各位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在谈论这个所谓的转型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个条例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国民党的委员一再的在阻挡。那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讲说，这个转型正义呢，应该要包括原住民的正义。我们这里要讲什么叫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它其实是在国际上，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的定义，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呢，在民主转型之后，对于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呢跟因为压迫而导致的社会的政治的族群的或种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后工作。因此这里一定是对着所谓的威权统治的这独裁的政体，它从民主转型到这个从威权转型到民主，那对于这威权统治之下的这些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这个所谓种族等等的一个破坏，跟在殖民时代的这所谓的这个正义，这是两回事。那今天对原住民的部分，它有在殖民时代的这个所谓的不正义的部分，也有一部分是在威权时代的不正义。那今天我们在处理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我们在处理的是威权的这一块，所以这一块我们并没有排除原住民的部分，因为只要是对原住民，对所有各个族群里面，因为在威权时代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族群的各种的迫害，我们都必须要在这个转型正义，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里面去处理。所以我想在这里必须要澄清，民进党的版本并没有要排除原住民的这个转型正义的部分，只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对威权独裁的时候，这个威权时代的所面临的不正义，对于在殖民时期所面对的不正义，那是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时代力量所提的，也就是其他的各个委员所提的，对原住民的在这个殖民时代所面临的这些不正义的部分要去处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概念分清楚。第二个呢，大家一直在讲的所谓的金门马祖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转型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个条例里面的第二条所谓的其他的转型正义的事项，所以它也没有被排除。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不希望是说大家去把一些似是而非的然后在这里吵。第三个呢，对这些的转型正义为什么要处理，刚刚这个林威州委员讲说，我们是不是在这四年内来处理，今天法条没有通过，你怎么去处理？你没有踏出第一步，这转型正义就只是口头上的转型正义。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样的一个法通过之后，转型正义才有可能踏出第一步。有多少在228的期间受到的这些的家属，今天有多少的这些家属都已经白发苍苍，他们等着这些的平反等了多久？他们想要知道加害人到底是谁，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已经等了多久。所以我们必须要踏出这一步，我们希望说国民党不要再阻挡，我们必须要踏出这一步。那各位有意见，我们都可以在逐条里面去提出修正动议，来把这个部分来修得更完整。我们希望说今天下午能够进入到逐条，能够踏出这历史的一步。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一鸣委员。陈一鸣委员之后是柯志恩委员，请准备。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席。本席呢其实是支持转型正义，但是我不支持目前国民党民进党团提出来的这个版本哈。而且我这边呼吁了我们的柯总召还有我们的段主席哈，是不是应该要等我们林权院长的版本出来再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林院长不管是他的这个口头或者书面的报告里面，其实都有提到
行政院要推动政治改革，正视转型正义的问题。在书面报告方针也提到第24页，在原住民的报告中也再次的强调转型正义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行政院的版本都还没送进立法院，民进党为什么要急着审这个转型正义的版本？难道是要给我们林权的内阁一个下马威吗？更不要讲说转型正义是民主国家对于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补偿，通常具有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这些面向。简而言之，由政府检讨过去因为政治的思想冲突或者是战争的罪行所引发的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的行为，来追究加害者的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的所得的财产权利。所以转型正义的目的其实是要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那我们既然是要讨论所谓威权的统治，这个时候我觉得今天最有资格讨论的应该是我们原住民的立委。所以今天原住民的委员他们都有在这边发言。那既然当初汉人是跟原住民怎么相处，怎么对待人家，我们现在当然应该要给他们一个转型的正义。而且这个法案目前民进党团提出来，这法案它的逻辑是有很多的问题。本席认为其实撰写者就是居心叵测，侵害人权，介入司法，排除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及行政院组织基本法，而设置这个黑机关来恶劣的手法来达到政治的这个目的。所以本席其实觉得说，不仅是仅有危险时期是有不正义，难道我们现在蔡总统执政就保证一定正义吗？蔡英文总统未来如果有不正义，我们立法院也会帮他转型，否则只是为了一个斗争国民党拍蔡英文马屁而死立的这个法，是我们作践我们的立法院。好，谢谢陈一鸣委员。之后请柯志恩委员，那柯志恩委员之后请徐玉仁委员。那因为我们现在登记发言的只有还有三，除了柯志恩委员之后还有三位，我们就发言结束之后再休息。好，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哦。我们提到的转型正义这样一个名词啊，对我们国民党来说的话，很多民进党人员认为说是我们故意要主导。其实呢，对我们来说的话，转型正义这四个字呢，国民党已经为它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我们也了解非常多的中间选民的一些的看法，所以在此我们要重新的重申，国民党并没有要来这个主导转型正义这样一个法案的一个审查。只是呢，我们在审查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游戏规则全部讲清楚。我们不过是非常卑微的要求，希望把这转型正义的时间能够给把它拉长，把我们的对象能够把它给扩大，然后呢，把我们这个行政院的版本拿出来。不过就是个三点非常明确的一个诉求。我想行政院的版本这么面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当中呢，我想呢，行政院应该会非常的谨慎的，在不反违宪的状况之下面，所以我们对于行政院的版本是比较是放心的。就是因为这样的部分里面呢，游戏规则还未清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从早到现在大家不断在争议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名称让大家觉得 Kimoji 很不好。那这个名称里面呢，我们发现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公平，为了要这个部分里面呢，里面有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清算的一个色彩。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公平里面包括的正反两次的意见都要让我们今天让很多国民党立委为什么觉得有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损害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他所选择的这个时间当中，其实这也是台湾经济起飞最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去涉及到，你看，完全把这段时间用一个所谓威权然后清算的方法，其实让大家都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更不要说里面还有很多的条文基本上面也是不太符合逻辑的。比如在第五条而言，它里面对于一些威权的象征里面你应该应除。我们现在全台湾有多少的中正路、中山路还有金国中心这些部分，难道我们要为了一党所谓的意识形态要动用非常多的一个部分里面来做这样的铲除吗？不要忘了当初为了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华邮政改成台湾邮政花了多少钱，今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再一次的为了一些所谓的政治意识的形态要来重新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还有更不要
管到就是说其他里面有非常多在条例当中所规定的一些所谓不管是机关或者所执行的这一个法令，我还是再次强调，国民党并不是要打挡这个所谓转型正义的法案，我们要求的只不过是个非常清楚的诉求，那就是把时间延长，把对象扩大，然后我们需要行政院的版本，这么三个诉求，如果大家能够在之前把这样的游戏规则讲清楚，大家就好好的坐下来，根据每一条每一项里面布来，大家来去看，你可以发现国民党的诚意绝对不会低于民进党，那这是我们这边再一次要呼吁的，谢谢。谢谢柯委员了，我们的发言登记就截止啊，然后我们让几位发言结束，接下来请徐玉仁委员，徐玉仁委员之后，请林维洲委员准备。好，谢谢主席哦。我想我还是要重申哦，现在台湾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面对啊。我们的经济这么糟糕，新政府上任一个月以来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急着在立法院，好像是连民进党的不分区委员大家都不质询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全部都采书面质询护航他们。然后要为了把会期缩短，然后可以来去通过这个转型正义，还有清算党产的这个条例。我们林权院长在之前的三上会说，以后我们台湾不用只靠 FDI 啦，不用只靠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啊，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生钱出来。那我给各位几个例子哈 ，FDI 去年在开发中国家是6700亿，整个所有包括 OECD 这些国家。然后在总体全世界是1.7兆美金，然后呢，在新加坡是600亿，中国是1200亿，然后在跟我们比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亚洲四小龙，韩国是120亿到150亿，台湾连30亿都不到，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我以一个年轻人啊，就说面对这个事情，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台湾的经济往哪里去？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新政府提出来的五大产业政策，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不知道说林权院长或者是现在行政院还没提出这个转型正义行政院的版本，是不是因为经济已经冒烧，经济已经火已经烧到屁股，然后已经在忙这件事？那我不知道我们立法院为什么还在那么急切的需要通过这个法案，在这个会期以内。我认为台湾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面对。今天两岸的这个交流，两岸的这个互动已经降至冰点。我有很多的创业家的朋友，他们到中国去演讲，520之后全部都被取消。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政府无法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要被迫把你们所有在中国任何创业演讲的活动都取消。这些问题是不是更重要？转型正义的确是很重要。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过去从一个独裁的政权走到今天，还是一个相对一党专制的政权。他们在李显龙上任的时候，上任前特别来台湾，他说我要启动转型正义，我要启动国家的对话。他做了所谓 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 我们新加坡的对话。在过去的8年期间，整个新加坡超过500场的对话。那我的质疑是说，如果我们立法院可以经由5场的公听会，就草草的决定说好了，我们要通过这转型正义，那请问全民的共识被放在哪里？转型正义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长久国家性的对话？对于不正当或者是对于非正义的行为，还有加害者、受害者的对象，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全民的辩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启动一个全国对于什么是转型正义，什么才是真正的转型，什么才是正义？对于原住民这个族群，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它纳进来对话？今天在立法院里面有很多的原住民代表立法委员已经对这件事情表达了相当程度的看法。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能够重视，谢谢。好，谢谢徐玉仁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那个发言哦，讨论并不一定就表示他的动机只是要阻挡哦，我要再重申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他更完备，好、哦，然后
像刚刚柯志恩委员所讲的，适用的对象不是只有这些在台湾的那个被害人，而要包括外岛也有被害人，所以有金门马祖的转型正义、战地政务所影响的那一些人民的权益，包括当然今天早上最热门的这个所有的原住民的委员都齐心一致，希望可以把他们的转型正义纳入这一次的特快列车转型正义、列车啦。为什么他们那么焦虑？因为他们也看到，就像我看到了一样，民进党在掌握多数的这个立法院席次，他们这个决心啊，不容置疑啦。一个礼拜排两天连续审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最少在我当立委还第一次看到哈，所以当然是全力以赴啦。啊，我也相信民进党的效率一定可以通过，所以让大家更担心嘛，让原住民的这些我们的立法委员担心没有搭上这一班促进转型正义特快列车啦，所以他们赶快要搭嘛，搭上去。如果这一班车没有搭上，遥遥无期啦。啊，老实讲齁，转型正义这些包括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我也知道那个实在复杂的，尤其焦点在土地正义上面。未登录的土地从日据时代给国家登记去了，到民国这个中国国民党执政，中华民国政府也把未登录的土地，但是是原住民使用，已经百年以来都在使用的土地，登录为国有。这些要怎么恢复？牵涉到很长的这个历史跟相关系人啊，可能已经国家把它卖给拍卖了也有，登录为国家变成公有地也好，变成私人地，太多了。要转型有那么容易吗？老实讲，是真的是困难重重了、啊，所以我们才会更认为应该要更慎重，让适用的范围的对象更大，要针对所有被曾经被不公不义对待的全国的各地的人都能够利用这一次的转型正义条例通过，得到恢复正义公平，也希望在适用的对象扩大，时间也可以拉长，不是只有34年到80年，80年之后难道没有不公不义的事情？34年之前没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可能嘛，也要时间的范围放大。最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行政院是将来的这个委员会的主管机关，希望行政院提出正式的版本，而不是只是一个就是说某些委员的意见，而是代表负责任的执政党他所提出来一个将来要面对国家过去那一段历史所正式的表态跟负责任的行政院版本。谢谢。好，谢谢林维洲委员。我们请登记发言最后一位顾立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民进党希望尽快的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是，毫不遮掩，我们也很明白的讲出，我们就是要尽快的通过。那但是相对国民党，要挡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我想应该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个也不需要再，不需要再遮掩。但我会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国民党要挡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这里面有涉及到党产，但我认为啊，其实有点打击错误的感觉了。对，你们在下面也回忆的还蛮不错的哈，就是说呢，在这个不当党产的那一战呢，这个现在已经出了委员会了，那么也即将呢
再透过协商呢三读通过。那所以呢，国民党如果说反驳说他不是为了这一个促进转型正义里面的党产的规定的话，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国民党，那国民党是对于开放政治档案反对喽？国民党是对于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存不义的遗址也要反对喽？那国民党对于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的和解也要反对喽？对不对？那所以，国民党到底是在反对什么？这一件事情，我讲了一个早上，我还是没有听得很懂啦。哦，那么所以如果说国民党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办法讲到，至少包括在我一个整个场听到现在能够理解的话，那国民党纯粹就是假托这一个其他的原住民的委员他们所关切的一个对象。啊，然后极力的只是要挡住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嘛，那这样子的没有正当性，我觉得国民党在这种所谓的我们立法院作为一个在从事一个政治的一个论述的正当性上面，我觉得国民党是要考虑了，哦，是要考虑了。那哎，奇怪，我怎么发言的时候？这个对不起哦，对不起哦，我想维持一下在场的秩序啊。那各位在发言的时候，也一下子东厂，一下子这个的，大概底下也没有人打断你们的发言啊，就保持一下风度嘛，好不好？就是，所以我想，我想现在要处理的促进转型正义的它的目的，在局限在这一个范围，国民党认为说这样子还不够，要把它扩大到无边无际，国民党干脆就大声的讲出来，你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哦，不要在那边借着这一个然后来挡住。那我讲一下原住民的部分，刚刚其实尤委员也提到了，就是说原住民的部分其实涉及到一个个人的 权利的回复跟集体权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再次说明一下，个人权利的部分只要是属于在威权的时期受到了不当的侵害的个人权利的回复，在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不分族群都会被处理的。那现在只是说涉及到集体权的部分，集体权的部分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早先就已经在2004还是2005已经制定了这一个原住民基本法。那根据原住民基本法下面所要订定的这一个土海法也好，原住民自治法也好，或者甚至原住民现在想要就的一个所谓的历史的一个诠释的一个跟汉民族的汉人的一个悖逆的问题，这个部分呢大概都可以透过这一个现在在总统府应该要即将成立的这个原住民族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或者是原住民族的促转的委员会里面呢，进一步根据这一个原住民基本法的部分，关于集体的这一个权益的部分，哦，要如何透过立法方式，哦，来加以推动，我想这个是应该可以在这个总统府的高度之下协调相关的各部会，哦，来进行研议的。那这个是以上就我这一个理解，我们现在即将进入逐条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跟相对应，就是说在政治论述上，国民党我觉得应该要再加强。那原住民族的部分呢，在这边做一个厘清。好，以上，谢谢。好，谢谢。现在大体讨论，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下午2点继续开会，现在休息。